扎把碗猴，他看他学的什么啊？学的 Q 可以啊，吃药跟他 A， 往前走跟他 A， 三，好交闪，死了，闪现 EA 点炎平 A。只能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们升了 EA，A 接 Q， 接平 A， 打征服者。他是重印呢 ，EA Q 死了。这就属于啊，不知道我的虚区到底有多高。这把出西厉害。哎，我鼠标声音大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摁鼠标老喜欢就是这种声音摁啊，就这种声音。我每当我要补一个刀的时候，我就会使劲的摁一下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。是不是因为游戏声音太小了，掩盖不住了？我这鼠标寿命肯定短，没事，我有钱，我可以再买一个。键盘声也大，键盘声怎么可能大呢？这波他没拉到我，先扣他一下。一 A 平 A， 他 W 用的很快啊，再 A W A A 接双 Q， 那假猴一直在那儿打小兵，你往哪走？我鼠标声是有点大，键盘不会很大。我慢点摁啊，这回我轻轻的摁，我就轻轻的啊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慢慢的，轻轻的。我不摁了，这回就没声了。现在我们没有药了啊，不能打了。下一波正好升六，把他杀了。婉豪没了，婉豪，婉豪去中把你杀了啊，婉豪，往右边靠点。蓝枪搁左边呢，把我们家石头人的了，是吧？一小兵加一人，没一到，抽一下，直接杀这波。这么多兵，能不让他吃就不让他吃，直接把他杀了。饼干直接吃 ，EAQ 点炎转起来 ，W 再转，做仰卧起坐是吧？坐呀，怎么躺下了呢？这体能不行啊，应该做做有氧啊。
我可吃你塔皮了！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。 一会儿40%的技能结束，啊，一会儿40%的技能结束，你非得整这技能结束干什么玩意儿呢？冷却缩减不挺好的？看着又费劲。 Q一下，嗯，再 Q 一下 ，E A 平 A A 加 Q， 你就接着做，等会儿他队友来呀，蓝枪怎么不过来呢？蓝枪。 我给你个 Q。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呀，不行了。 10秒啊，等个10秒钟把他杀了。他一没骸骨，二没点盐，我们想杀他很容易啊。3秒、2秒、1秒，补车顺便补人，W A 接 Q。这波我说实话，我有点失误了，要不然我不用交这个闪。 我那个 Q 没出来，我怕他直接抱着我真猴，你知道吧？我就二段 R 用的稍微有点快了，那 Q R 没出来，Q 没出来呢，我就转 R 了，伤害低了一点。这婉豪有没有传送？ 来了，传送他没有，但是他有，啊不对，闪现他也交了，他传送闪现全交了，没有，他没有闪现。回家出三项，来个 CD 海，再来一把长剑，无敌了。 你不赶紧吃塔皮，你还吃小兵？努努上来了，追一手。哎，滚着粪球，这可以啊。 杀了吧 ，A 接 Q 带钻 ，AP 努努吧，呀，右转努努啊，直接放吧，对。 这波传送让我挺难受的，拜拜。德莱文来了，那意不着，那追啥呀？
我一三项皮孩，二速孩，还是你个一速孩咋追？这波过来回来把他杀了。A 接 Q， 不会扛塔这一波啊，保持好距离。德莱文可能要来了，蓝枪来了，蓝枪的六级要打我十级呗，那可不行。蓝枪是不是等我呢？蓝枪。没人管我，可拆了啊！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我就不走了。我就不走了。我去吃狗屎。顺便我把中路塔皮都吃了。他们家中路啥呀？维克托。维克托应该要去下路，我估计。让维克托去下。哎，这维克托呀，简直可恶的电焊钩。技能都交了。那人不没了吗？技能交了。好了，他可能感知到他的死亡了，那算了吧，我们吃塔皮，吃他三层，他跟死一把其实没啥区别，只不过没吃到经验。猴子打满猴好打吗？一般吧，不好打。那满猴太无脑了。来个炼金朋克巨链，努努这不滚个粪球子，我去中了，你先把小龙打了，完事我打个红 buff， 这波我去支援一波下路。哎，这电焊工这么点血还不走？电焊工，电焊工，这是不把我当人呢？我一看呢，这电焊工啊，左右夹击你怎么办？哪来个蓝枪？死他！德莱文跑了吗？那不能让他跑啊，我们跳弹下去找到德莱文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不对，是不是搁哪个草丛里头呢？没在，算了，踩下路吧。可惜了，刚没逮到德莱文。点什么信号？
这有什么好点的？我杀他一个，他有脾气吗？嗯，他哪来个300块钱？给你来个无影棍吧。哎呀，有影，失败。这么长 ，Q 加175公斤距离，现在是175加175等于350。我来个死亡之舞，这能忍，这忍不忍也没办法了，那我没有蓝了，我抢不过他，关键他那一刀伤害他有点太高了，这一刀我得赶紧来波东了，兄弟们，这边要五杀了啊！注意看，这锤石比较膈应，跑过来插眼来了。我必须得先把德莱文杀了啊！注意一下，接平给。杀锤石跟我来，有没有减速？我一下小兵，有没有技能？可以，没有这锤石这波五杀了。这种时间点辅助如果过来看着我们就会比较恶心。还好我用了我一波致命连招把德莱文杀了，刚才那个 R 没有一点伤害，我跟你们必须得赶紧放技能。没有 Q 到人的猴 ，R 技能打人是不掉血的。没锤石最多四杀，我说那锤石不过来看着我，他跑去跟团战去也行啊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？你俩想干嘛呀？这就是就非得就是不杀了就走不了是吧，就非得要必须就得杀个人，不杀就不让走。你们这三个人，我今天不把你们三个都打死，难得的。出一杆黑切，出门努努 MVP 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他908，我12-5。凭啥他 MVP？ 我12-5。即使他的助攻比我多，都没有什么用。哪来个蓝枪？把锤石杀了，烦死个人了！这锤石，
别的不杀，今天就杀的锤石了。德莱文是吧？不是近的，晚猴，晚猴跟我打晚猴。那防御塔打我是不怎么掉血的。推下路吧，这中路不一定能推得下来。回家出个黑切，先把红打了，打完红再打个蓝的。雪人要跟我争一争，他这英雄不行。能一波不？快点一波！哇，卡萨丁13级卡萨丁就这么猛了、卡萨丁让人瞎当了。还剩个主基地，主基地回家吧。来个黑切，再出个考菲尔德战锤。三项卖了换西兰刀，那不精神病吗？给个舞台。1v5一波，来，给个舞台，兄弟们，来个舞台。打起来了，来啊，来，完了，这边一让德莱文一给断了。哎呦我卡萨丁无敌了。卡萨丁四杀了吗？这不挺好的，给卡萨丁来了一个舞台。其实我有感觉到那德莱文要异我